先睡一觉。还能睡得着？你还能睡得着吗？你还有心思睡觉？我先睡了。我们现在有多少铁矿？啊，我们现在有22个铁矿。那能做什么呀？铁矿的话，这样我们接下来先用，我们优先升级我们的装备，啊，优先给你升护甲，优先给我升武器，这样哈。然后我们造船。啊，然后我们就是哎，传送门呢？嗯，在屋里面啊。我先回去看看我的萝卜地啊。哦，好。然后我们去打这个第三个 boss 啊。然后我们他在哪儿啊？建，我们得穿梭各个沼泽地去找啊，所以我们得先升级武器，对吧？我把这边萝卜地整理一下。嗯。这边地不够了。好，做了个铁锤，以后我的主要武器是铁锤了。一锤多少？我先看看这个锤是这么打，或者是这么打。得找个真正的敌人去练。啊，直接走吗？骷髅怪。那你后面有个石鬼啊？我攻击力变强了。是吗？嗯。呀，有蚂蟥。嗯。哦。嗯，小心。什么声音？在哪儿？我是立刻跑掉了。嗯、对。哎呀，那我在外头砍这个矿哈，行吗？嗯，走吧。我给你做一个铁甲吧。行，铁甲哈，嗯，铁甲，你先穿上，嗯，穿上。新物品，嗯，你看帅不帅啊？当当，呜、哦，没穿裤子，不穿裤子了。不是啊，没所谓啊，就看起来下半身消失吗？裤子也给你做了吧？没问题。嗯。把你的裤子放进你的箱子里了哈。好，我先。好，这样你就是铁甲一身哈。嗯。啊，我是优先升级武器。好，我做战斧了哈。嗯。香肠。哦，战斧，好慢呀，拿着战斧。哦，动作好慢呀，这个。哦，盾牌好大呀，铁盾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造那个维京长船哈。嗯。哦，好大呀！我看、哦、我们现在能驾驭得了吗？不过我、oh、God, 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能不能再带一个那个建传送门的、啊？我觉得这一边山坡上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，你不如直接在这边建个传送门。这里是可以的话，我们再探险。哎，探险地到采矿基地。嗯，走，能记住吧？嗯。哎，这鱼，哎，这鱼，我想钓那条鱼，我能。哦。天呀，我们每次出航都要这样吗？你看一下撞了多少？哦，遇上暴风雪了。这是暴风雨，遇上暴风雨。哦，不过应该比那个结实吧？肯定啦。没事没事，我开着竹筏都走过这些地方。啊，前面好像有。哇，要撞了要撞了要撞了！哦，你要撞了！我一直在说你要撞。我这被挡住看不到，是吧？搁浅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等水涨下来，它就飞。可是尸鬼在攻击我们。你也打呀，你也开射呀。好多尸鬼。对，所以得驶离这个地方。啊！天哪！
哎，下去打。可是船要走了，感觉船在往后退。嗯。现在没体力啊，行。啊天哪，船坏了！啊？船坏了，船坏了，好多尸鬼啊！我中毒了，好像有蚂蟥在底下咬。啊！我阵亡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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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看我能不能活下来。船完全碎了吗？船断了。我现在中毒了，而且我已经中毒了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去。但是你怎么过来呀、啊？好多尸鬼跟着呀！我现在先慌不择路，我先往远处跑了。哦、这做一个。我锤子也没有，我出去，哎呀，我慌不择路，在这到处跑呢。为什么？攻击程序失控。他们不追我了吗？啊！啊，他们不追我了！啊，天哪，好可怕！然后，原来蚂蟥也能攻击我们的船，把我们的船咬断了。然后，做那个什么，维京船，细木啊，没有细木。我怎么？啊，细木的话需要做青铜。细木这边会出是吗？你得用那个青铜斧。对，青铜斧我做一个呗。嗯，那你就用青铜斧去青青草原找那种白桦树。我在这边找到地下圣堂了，我躲到圣堂里了。嗯嗯。做了青铜斧。啊，这游戏没法玩了。等一下。做了轻松不做了，然后用轻松好了，我进到地下圣堂里了。嗯。啊，衣服，你那边有衣服吗？我先穿一下。穿吧，我那个青铜的那一套，我应该卸下来了。嗯嗯。行了，我就在这里待着了。然后你的这个蘑菇我也吃了哈。吃吧。然后，我们的船呢？我去找白桦树是吧？对，白桦树，你得去青青草原。你去那个那个基地吧，去祭坛基地那边砍吧。这边青青草原太远。好。就是你过你修的那个桥，从我们那个二楼的海边别墅基地下去之后，过你的那个桥。Oh my god！你看我船啊、我们的船，呵呵船啊，像是个铁矿啊。啊，哎，那怎么还有着火的怪呀、啊？现在远处有个着火的怪在那跑。然后我得去那个祭坛主基地是吗？哦、好像这边有新怪耶，有那种着火的东西。什么呀？燕翎。嗯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就看了一眼，它叫什么名，我就跑回来了。嗯。它要追我的话，就在这磨死它。我过来了，我该拿什么杀它呢？至少这次我活下来了，虽然没什么用处，但是。过桥是吧？对，过桥。燕翎之河的燕翎吗？会不会是？哦，有可能。嗯，过这个桥对面会有比较多。行。行，我们就在这待着了。找白色的白桦树哈，附近应该没有。我附近的我都看了，你要稍微往里走一走。
怎么样啊？你回来没呀？我考完了西木，我激活了古树长老之力，这个时候用上了。然后我吃点水果吧。反正，然后反正你开过来把船停好了，过来找我吧。我找到地下城了，但你过来要小心，然后又有新怪出现了。为什么我们断更好几天，一直在跑图？而且是跨洋跨海的跑图，好搞笑。好，这坐那个普通的维京船。嗯，但是你怎么靠岸呢？啊，你看我这个位置，然后你就绕着它吧，看能不能绕到那个附近的星星草原去，停了之后你过来。我在这跃跃欲试，想过去偷那个燕翎之盒，怎么办？很想偷啊。别别，来日方长，等我到了之后。船不怎么靠的。怎么了怎么了？哦，不会吧。看不到我。龙说：“不，我看到了啊，看到了！哇，他长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龙，快跑，快跑，顺风跑，不管哪边是顺风，你就跑就完事了。逃命要紧啊！啊，快跑，让风顺着跑。你别管往哪块走了，先逃吧。哇！”他叫什么名字？名字都点不开。你没法点，因为你在掌握舵呢。啊、他要追多长时间？他会追到很浅很浅的地方。你看着点岸，别又撞到岸上了、啊。嗯。回去了吧。嗯。他们就，你看一下地图停这儿。你说如果啊，他又来了。嗯。开始末法的时候见到这样的我怎么办？就自杀吧。你就停到这边，要不然。哦，他还在这。好了吧，这里是可是青青草原，你这个满级的怪，你要来这种？他说不，我不是满级的，满级的怪是我表哥。哦，要出交了。你在这边找个地方停吧。啊，你离开这个船，它是不是就不咬这个船了？好刺激啊！我们这一天天的啊，怎么回事？你搁浅了。他就不会搁浅吗？看起来不像，他可能是个蛇。他搁浅了吧？没有，他游得挺欢。哦，我离我的尸体越来越远了。你先找个钓呀，船安全停了吧，离你远没事。不行，哎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去接你，不敢说能接你。啊，他应该喊一声，然后跑了吧，走了吧。没有，喊一声，然后继续追。啊，哦、你往岸边去吧，这样至少你能活下来啊。走了吧，嗯，停船吧。确定走了吗？走了。那不知道你在哪，我看看你现 在。但我还得再往那边过去啊。哦，你现在跑哪去了？我总想去偷燕，等你来了咱俩去偷那个燕翎之盒哈、嗯。等我来的时候不是偷了，就是去抢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不知道谁嘎巴一下子，害得我得躲在这儿不能动。这里应该是船停靠的地方，但是。我看不到我们的船。你的船，你船应该就在你尸体附近。可能又凶多吉少的感觉。船呢？你就认了吧。哦，看到船的残骸了，好像。这应该是看过。哦、我们不能在这停靠哈。对啊，你昨天你不是停靠，你是撞上去了呀。哦、人生好艰难。你别再往前了，你搁浅了又回不来了。一下都捡了，对，哎，你好像没捡完。嗯。
来吧。哎呀！哎呀！怎么又中啊？怎么他们又引过来了？完了！七啊！我没血啊！善游戏吧，没法玩儿。啊！我啊！天哪！又得重复刚刚，而且这次我连皮甲都没了。Oh my god！家里也冰箱里也是没，我准备了我们死一次的备用的东西，我没准备死两次的呀。哦，这怎么有个锤子在这？那是我的工具锤，你别抢我的。啊！刚才跟谁说我去了那是偷吗？我说我要去偷夜灵之盒，我去了还叫偷吗？青铜斧四个木材，还能再做一个青铜斧啊！你的船呢？我出去开船走吧。船哦，你开船过来接我。不是我关键我不知道那边。你不说你是潜行专家吗？那我青铜斧先不做了。我试试吧，我看指你不行了。尖尖的地方是吗？嗯。我准备好了。啊，平复一下心情。好湿现。关键是去那之后怎么跑，怎么拿回湿啊？血吃满，跳下船，捡了就往回跑。我们停靠在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在那建两张床。也行。哎，我们的那边第二艘船是还在。嗯。那我们把船停到对面，然后过去采完矿，用第二艘船把它拉回来。哎呀妈呀，这怎么有一只奇怪的东西在这儿？你看到了吗？没。那个蜥蜴颜色长得跟之前的不一样。它带怎么也是个蜥蜴而已。没了吧？好像是。嗯。我们要在这建东西吗？哎，这有红色的东西，你过来看。嗯，哎，这边不太一样，北京平原。这是北京平原。这什么呀？红色的是。哇、哦，好漂亮啊！什么呀？啊，我你吓死我了！哎，我在这建个基地，建传送门吧。啊，好漂亮啊！这边这是果子吗？哪里？哎，云莓。让我来采。哦啊！沙洲风。哎，怎么了？天哪！Oh my god！ 我天哪！这应该先建传送门。对，天哪！啊！我受不了了，真的。啊！等一下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们斧头也没了。啊！夜灵之盒也没了吧？夜灵之盒是有。没有细木，要捡细木就得需要青铜斧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没青铜了，需要采铜矿。那我们得，而且附近也没有铜矿了，那我们得从何干起啊 ！Oh my god！ 啊，好心突刚在杀人峰，就是不是因为采了那个煤呀、啊？不是，就因为我们没有观察，就觉得是潜意识中觉得是安全的，应该至少有一个人警戒。跑也能跑得了啊。那个，你有什么？你有藏起来的什么工具锤吗？工具锤刚才藏起来被你拿走了，你忘了吗？我是有藏的工具锤，全被你拿走。我藏的所有东西都被你拿走了。哎，天哪，吃的也没了哈。对啊，彻底没了。肉刚刚喂。我得捡那些蓝莓吃。啊，对，这里有那个。丢弃用来拉垃圾桶啊，垃圾桶有，哦，垃圾桶有斧头，什么弓，还有棍子。镐头，我这有鹿角镐。我做过巨魔皮胸甲之类的，我给自己做一套巨魔套装哈。白天去啊，现在去。白天去。先睡一觉。
还能睡得着？你还能睡得着吗？你还有心思睡觉？我先睡了。你也快睡吧，再晚就睡不着。快睡快，哎，又在这儿复活了。滋。啊，一点都不好。怎么也得带个一些啊，蜂蜜不能吃吗？不能吃啊，多久才产一个呀？是拿它来做药酒的。好吧，我们看看能不能采到蓝莓什么的。就出去采果子吧，采到什么吃什么。关门。啊，找到一个矿。铜矿，终于找到了。过来吧，再来一起挖矿吧。我挖不了吗？为什么呀？我没有搞啊，我就在附近采野果什么的吧。好吧，啊、哦，回家了。然后呢，下一步做铜斧。啊、嗯。做完铜斧之后，砍细木。啊、嗯。往、哦、这里面放一些。啊、哦，青铜斧做出来了。我去砍吧呢，我自己去砍吧。嗯。那你跟我一起去，然后你顺便你就采个野果什么的吧。好吧。乖。是你乖才对，你看出来我已经不想砍树了。再让我砍我会翻脸。所以你很聪明的，你说哎我来干吧。哎，我可以激活我的武术长老之力。哦。好了，我会坐船了。坐吧。天哪，这第几个船呀？第五个船吧，今天。还第四个。他当初还怪我丢一个木筏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那木筏还能找着的情况下还在啊，你丢木筏，你丢木筏，这谁的呀，谁的木筏呀？啊，在那说我说半天，他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。睡吧，然后一带着我们出发，我们啊这是。天啊，天呀，这个天气感觉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啊。啊，走吧，天气说明什么？没有，天气说明很多事情啊。我上都去了，对。你这会儿到了岸边一定小心哈。嗯，快速建个房子，这样万一有蜜蜂来，我们可以躲进去。那我们应该带好木头过去吧？我带了。嗯。然后千万不要有龙出现，龙是不是会不会喜欢下雨的天气啊？不知道外国龙啥样，这维京龙咱们不了解啊。下去吗？下去。鹿，我先打鹿。哎呀，别打鹿了，走吧。啊、行，快点，先活下来吧。他在打我们的船，这是什么野猪吧？只是野猪，只是野猪。是不是你把船不让他们那么靠岸呢？我在这砍树了，开始。啊，对对，这里还是个青青草原。哎，你看我这棵树。啊？他刚才转了好久才到。哦啊！哦，这是。啊no！ 那个野猪要过来补刀了。哦，好了，我先解除。那我得赶紧在这儿建。这里还是青青草原哈，这里还是青青草原。嗯，行，我在这建工作。我们好像不走出去，不走到那个有红花的地方就行。对，我快速砍树。就说这个船屋跟什么在一起了？嗯、哇，这船上这看着好心痛。没事。把它船修好了，船修不好啊，好了，修好了。哎哦，是灰宝宝啊，灰宝宝。天哪，那什么东西游到水里去了？什么东西会游？那是你吗？那不是你，那是个啥呀？不是什么？这边有个会游的怪，会游泳的怪。别惹它，在哪？我就那个水里面，刚刚在那游，我以为是蜥蜴，后来发现不是。马就是那个马蟥吗？不是，它是有胳膊腿的那种感觉。我那个岛上的好多蜥蜴精好像有一个头头。我们先低调，我们先建房。我们先啊，至少那个复活点。嗯，你在砍树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在砍树。我把木头扔给你吧。嗯。啊，没有那个
什么？哦，那这个为什么又是他？我们这个船，大概因为我只敢砍海边的树，我不敢砍里面的树。你看这风向明明不该往路边倒，它就是。所以说，感觉现在什么都在跟我们作对。对，你有镐头是吧？有。镐头给我吧，你现在不是不用吗？哦。以为是坏啊！吓我一跳，我都不敢砍啊！杀人蜂 ，no！ 杀人蜂啊！跑跑跑跑！我在拼命跑呢。他不过来了。他一直在盘旋呢。你往远处跑，再跑，一直跑。啊！死了。啊！天哪！只不过他，我还没建完床呢。你努力吧，完了！你躲到屋子里，这不行。那这些蜥蜴精能不能救我？蜥蜴精，他们，他们那个杀人蜂刚杀了蜥蜴精。哦，希望你能建传送门让我过去吧。没了。我以为我躲到水里它就不咬我了。没了吧？还好我把镐头给你了。嗯，那我在家等你过来接我吧。我去那个水上又是什么呀？啊，只是个普通的，是我的尸体吧？这么多路吗？是我的尸体，我刚才躲到水里。正常来讲，蜜蜂不是？你是怎么引到蜜蜂的？我就在那砍树啊，然后它突然间就出来了。我把复活点设置之后，马上去接你吗？你接不了，我太远了。你就先拿装备吧。你建传送门之后才能，不是我开船过去接你。好吧，而且这个杀人蜂是毫无预兆的出现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而且它很隐蔽，就你容易一眼看不着它。而且我刚才用生命尝试了，在倒水里没有用。有用吗？它不是没有攻击你吗？没有，我就在水里被它咬死了。你看我的尸体在水里。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儿，熊要是偷了蜂蜜，不是躲到水里就没事了吗？好，复活点我已经设置了，我现在过去接你哈。嗯，你两个床都做了吗？没有，只做了一个。开哪个船回去呢？好富啊，我现在有两个船。就前面还有一艘，你有三艘船呢。是你吗？嗯。被你打死了一只鹿吗？哦，怎么了？杀人蜂过来了，你跑，你跑。哦，你复活点，你先去确认一下。哦，复活点是在这边。哦，吓死我了。哦，难道我们得稍微挪一下？哦，天哪，这边也有杀人蜂，杀人蜂在杀那些野猪，而且他们杀的好快呀！你再给我建个床，我赶紧去把复活点建了。你有木头吗？等一下，问题是这边。你建的时候没考虑两张床吗？不是能建，我说这边是应该在这边建吗？我们先在这复活吗？就没有别的更好。那不停的被杀，不停的复活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那没有别的地方，这附近。行，我给你。那就只能去那个小岛上。我怀疑那个小岛上是安全的。要去吗？我给你建了那个床。嗯。不过也有好处，那个杀人蜂会杀鹿和猪什么的。你能认领吗？嗯，认领了。认领。这……哦，我看到杀人蜂了。你仔细看，你是能看到它在那停着的。嗯。嗯，它在那飞。我们拿回装备之后，我觉得能磨死它。就那么几只，杀死了之后，因为一万火不会复活。胆子大一点了，我到柜面杀蜥蜴去了啊。嗯，我去了啊。嗯，对面有那个蜥蜴首领，好像。好，传送门也连起来了。嗯，没有木头是吧？主要对、啊、你可以回去拿木头了，木头可以传送 啊。对对对，对吧？我们传，
别待在这儿，引那个杀人蜂了，我回去吧。啊，对对，传送门怎么进去？进不去。过去。什么？把这个门保护好了，然后我们就去拿装备去。啊，天哪，我在掉血啊！我也在掉血。哦，你怎么啊？到水里，到水里。我那边有好多肉啊，杀人蜂干的，看到了吗？在亮点。修一下船，让我走吧。你等下把身体。你给我让点地方，我进不去。你过去。哎，我没等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像玩华容道一样。好了吗？关门呀。走。哎，慧宝宝。不要管他，走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我跳了啊。等。啊，行行，我跳了，去一块陆地。好了，你能上来吗？能坐上来吗？能。不，你从这儿上不来，你回去回去，马王回去。你从岸上，你得从岸上跳上来，能跳上来吗？这边，没事，不是你中毒。没关系，我血很厚。上来。好了。你慢慢把什么该，衣服什么的。Oh my god！ 你就这一个尸体点吗？对啊。你需要简单。我就死了一次吗？行。哇，我这边就好多，停靠。你先在岸上哈，你先别下来。我现在船上吗？你的意思是？对。我用剑看能不能掩护你，但是你不能把船停得太近，要不然他们会过来攻击船。哎呀，这个尸鬼过来。那稍微把船停得远一点。在这停吧。不是，后面一堆蚂蟥，我怕。你把血补满，你跳进去拿了就回来。就是你能一直慢悠悠的开吗？船，我没法。对对，我试试。你就慢悠悠的绕。往岸边靠一下。我试试操作。还是我来吧。不行。啊，就有个尸鬼过来了，那是我们的那个维京船的遗骸哈。对，我的意思是得把那个拿。前面有个尸鬼，前面有个尸鬼要攻击我们的船了，你快点啊！哎，跳到水，船怎么还在往前游啊？怎么这么多尸鬼呀？哎，不是，怎么这么多蚂蟥？你能上来吗？那个，我回一下，船怎么一直在走？不知道，我在往后开，它怎么还在往前走？往后开，哎，我再往后倒，那怎么倒不是往后倒吗？对啊，我再往后。好了，离开，你离。啊，中毒了。下船，弃船，跑。好，那去圣城，我标的那个点。你标的点我看不到。那你跟我走。我。我去圣城了。那我现在就在圣殿这等你，行吗？
就是你会帮我拿一些东西吗？对啊，我就是来过来拿东西，这里面的东西是吗？嗯嗯。我拿什么呢？我全部都拿，你全部都拿不了是吧？全部拿不了。你自己看着那个优先级吧。那我觉得我们回去可以把杀人蜂干死。嗯。我用火把，我觉得都能跟他，我觉得我用火把都能跟他对 K 一下。啊，之前就太惨了。你还行，你现在我是铁甲，全身上下。要不要回去把铁甲给你？我在来这找杀人蜂来了。你自己行吗？我在这开垦地呢。嗯。反正我们现在有复活的点儿，也不。他就一下射死了。哦，所以说我们之前就只是没有正确的工具。到他是充满会冒火。鱼竿。哦，终于可以钓鱼了。走，我跟你去。哦、这是好多什么地上生活还有我们俩的这里安葬的 team。等，我也过去。啊，扬眉吐气就是这种感觉吧，大概。还有那。还有啊，对，旁边是那个梅，那个什么云梅，我们就是在这儿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吧唧。那是得警戒一下，你看那边就有一个。嗯。一箭射死了吗？啊，错了。他们好难看的。嗯，他们就射死了。但地是有、那个。哦，这什么？哦。什么呀？牛。凭什么好？他们是能应该能杀的吧？感觉对，杀是肯定能杀，就是有牛的地方就有蚊子是吗？但是哦，所以他们是共生关系。嗯，你用火箭射一下试试，看他会不会着火？不，我先不要多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小怪，哎，新的小怪，丑地精。哦，挺厉害的，你小心。哦哦哦，怎么回事？还挺多。你用剑，你用剑。好硬啊，他们。跑！我天哪！那才掉20多滴血。有点难。